实翠湖这边啊，最美的是夜景。那晚上的时候，101的倒影刚好就在这个翠湖里面。八重樱开得正好，有人在摄影。这个呢被称为美人靠式栏杆。我学国画的时候，户外写生课我们就在这里写生。它这个设计啊，非常非常的符合人体工学。那我们就在这个台面上作画，而下面呢放我们的一些工具文具，然后它的高度呢就刚刚好。那你靠在这个栏杆上，刚好可以一览国父纪念馆的全景，还有101。这个位置是101最佳拍摄角度。这边是一楼，是国父史迹展览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一些纪念品的贩售处。那通常观光客就会来这边。这里展示了孙中山先生一生的生平和伟大的事迹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这边慢慢的研究参观。这里不可以大声讲话，下面就是卫兵交接典礼，整点的时候就会表演。我现在在二楼，不能讲话，小点声，但是可以录影的。孙中山，对。